天琴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回记忆吗？找回记忆？哦，是谁失忆了？别废话。就在你的身后呀。这可是你自己发现的啊，不关我的事。这个太好吃了，我把没吃完的都带回来了，给你吃。越来越好看了。乖，先去房间等我，等我处理好了就过去找你。你怎么让星星自己走了？我还想让你们去喝茶呢。是那种喝了就会下线的茶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给星星下毒了？天琪，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啊？那为什么星星的茶杯里会有毒，而唯一给他沏过茶的人是你？不是我，我都说了在合约到期之前会跟他和平相处的。这就是你的和平相处？肯定是有人诬陷我，想把我逼走。如果是我下的毒，为什么要把茶杯留在他房间里？天琪，你应该相信我，认识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吗？别说了。会不会是他自己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茶杯是在他的房间里发现的。你走吧。我们认识几千年了，你居然帮一个外人。几千年了，我居然都不了解你。好，天琪，你别后悔。说完了吗？但愿爷爷回来之后，你依然不后悔。轰走了？厉害！怎么了？不舍得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脱发了？又是头发又是指甲，还想方设法的把它留在这儿。我问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把星星怎么样？于天琪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你爷爷已经回来了，你回家吧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天气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处理个腥味道要那么久吗？刚才叫我乖，还夸我越来越美，该不会是要跟我表白吧？涂个口红，不行不行，别一会儿那个的时候蹭他一身。腥味道走啦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你走吧。行李都给你打包好了，怎么还赖着不走啊？我的错，之前都是我的错。现在谁是这个家里的绿茶，清楚了吗？居然败给了男绿茶。腥味道走啦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
我都想起来了，大槐树，小月饼，奶奶，还有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在何小镇那看见的。那是你的记忆，也是我的记忆。你的记忆？我之前把你给忘了，现在我都想起来了。所以说，你就是那个哥哥，在大槐树下送我小月饼的那个哥哥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之前就老梦见你，还以为是我上头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那，你认识我奶奶了？她还好吗？你带我去找她吧。她很好，只是暂时回天庭星了。回天庭星？那我奶奶是外星人，那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可能要很久。很久是多久？我还能等到她吗？不对啊，如果我奶奶是外星人的话，那我也是了。那你现在带着我去找她吧。别想了，你是被领养的。那我爸妈是谁？不清楚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找到你了，找到他们还不简单吗？星星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现在这个时候说那个不太好吧？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收拾一下东西就走吧。走？走去哪儿啊？离开这里。你刚才那样，现在又让我走，你是不是被腥味道下毒了？我们才刚刚相认，你这演的是哪出啊？你说话呀，你真把我吓着了。是你自己走还是我送你？于天琴，我再认真问你一次，你是真的想让我走吗？是。你让我走我就走啊，是小军跟我签的合同。我呢是个讲信用的人，这合同还没到期呢，没有合同的某些人是不是该走了？不能这样下去。这人什么毛病，早上亲脖子，中午牵手，下午叫乖乖还摸头，晚上刚刚相认就让我走，这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呀？别再回来了。玉天琪，你居然伤我就不走，哼，真是病得不轻。赶紧离开。我自己再走回去一次，就算你是小时候的哥哥，我也翻脸了。雨天晴，你会异能了不起啊？有本事帮我和沙威一起杀啊！怎么被赶出来了？我出来看星星呢，遛弯呢。穿成这样出来看夜景啊？你管得着吗？现在天气可护不了你了。你要干？那个雨天晴，你救我干嘛？有本事的对我动手啊！邪味道，邪味道，你出来啊！接着给我下毒啊！在这儿呢，你弄死我吧，反正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，死就死呗。他是不是想害我？难道天琪在旁边？还好没中计。于天琪不让我走了吧？再伤我真生气了。折腾死我了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你在哪儿啊？又来个女的！哎，拍戏太累了。玉天琪，你把导演和工作人员们全部删走。我看把你删回家休息休息吧。